是一级吸血而已哦。一下补这么多。我有哎、欸，看大营会写在上面哦。有啊，现在才看到。可是大营不需要啊，我昨天有讲啊。大营大营都是垃圾哎、欸。大营小营都是垃圾。嗯，对啊。这世界只有第一名，没有所谓的第二名。没错，这是个第一名的世界。还有马帮第二名也出个成就，不然我不会承认他。你还要再去找个大，还要找个赢耶，你也要。啊？怎么找个赢？我说，如果赢有成就的话，不会啊，刷那么多魔物，刷完金的估计赢的也刷完了啦。狂差一点就满了。啊，对，我的那个，那超好笑，只要切到桌布，画面全都是 ID 在跑。低草剪片，然后这个是森林壁虎小的，高速陀螺。有矿 ，Why？ 不要挖矿，挖矿很慢。没有啊，我看它已经红了、啊，剩一点点。哦，你是一点点是指这个？说把它挖掉，堆新边。哎、欸，我超强哎、欸！我的古种出现在森林荒地，我的矿物出现在珊瑚跟瘴气。我不懂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每个环境出一个。哦。蛮二世皇帝的。哇，找不到矿了，不找了。我再叫下一只出来。你们要一只？狂干中分哥吗？看你啊！看你有没有换口味啊？嗯。你我能破坏部位的越多越好啊。中分哥算多吗？算吧，他全身都可以打、欸。好啊，那就找他好了。这还有二十只可以打、欸、你好好哦。不过为什么中分哥超少哎、欸？我昨天本来要刷，想说来刷刷看，结果发现我中分哥超级少。我最爱欺负他，就不给我他。我都是在你们里面拿到一堆。绩效，右键左键是投射物，右键。侧剑士，投射物，钩爪，监视灭金龙大营。你该不会你的？中分哥被吃了是不是？不对，我在想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、欸，面镜龙被挤掉嘞、欸！好、哦、哇，真不会是暴食？他把面镜龙吃啦！对。哎、欸，等下面镜龙回来了！哇，他从肚子里撑开了！哇，他把中分哥跑肚了！我的天！这你怎么看？怎么看？那如果我再强制叫一只中分哥出来，他会
你试试看啊，剖肚之后又把它包起来，史莱姆。哎，讲真的，十四把武器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青弩吧。我也很喜欢青弩。喜欢，其实我比较喜欢轻武器胜过重武器。我现在都在玩重武器。你知道不得不玩啊。像我玩线上游戏，我都喜欢玩刺客、盗贼、弓箭手这种东西。有了有了，把灭金龙挤掉了。还有雌火龙力战出现了。嗯，都叫我这爷。在我们头上。真真高兴能见到你。哎，争夺地盘的痕迹。他们在楼上，哪里？我以为。古龙种，我的冰咒龙。嗯，我开红了、欸。他们在上面打架、啊。下来，莫名其妙。你那个真的感觉好爽哦、啊，超爽哎、欸！一下一下四百到七百哎，我等一下要看你怎么配装，来来玩。哎、欸，我还我这还不是我这是配自己的啦，因为他就是要我会那个、啊、超新珠，有人是配到那个什么那什么看破满，嗯，对啊。然后也有推荐另外一把，哇，变好了！哇，这样子我射个七下，我伤害就七千了、欸，好强啊！哎、欸，中了就中他了，那打完这次可以直接打磁火、欸。哦呦呦呦！中锋好强！哎、欸，我没有解毒的哦，我不是补、哦。我去了，我去了。照烧中锋哥！啊，中锋哥救了我，谢谢！我会让你死的不痛苦。哎、欸，我没有打过力战磁火哎、欸，我哎、欸、对耶，力战磁火灵，呜赞哦！感觉中锋哥快挂了呢，你们要不要处理他？我去躲。20%，20%，20%，走啦，我们去。好。那我跟，那我去处理他。在上面。哦，不然你去处理他，我跟奈斯杀磁火啊。好啊。嗯。奔哥，手好硬。
然后也有人是装无伤。哦，无伤很强。对啊，我就是血真的随便吸就吸回来，所以配无双无不是无双无伤。无伤。真的强。真的强。哎、欸，他下去了。你过去干嘛？那这是跛吗？我真的看不出来。我没有看到斧头，我看到金蛋套而已。路过，路过。哎呦，中文哥啊！有，我看斧头，被抓。等一下，我要滚一下，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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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！啊！帮我丢个，帮我丢个！丢！啊！好好好好。Go away。踢路边，哦，他的头有一半在石头里，还有一半的子弹打在石头里。东风哥刚血收多少？三万四。啊，这只有没有5万啊？56000。打普通的古龙欸，那古龙感觉应该就有7万了呢。超解什么的，这个射两发就超解啦、啊。真的、欸，你只要能骑上去两次，就一个超解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是什么？在干嘛？这是负责软化用的呢。很强啊、欸！你那个好强，我以后要这样玩啊。你以后就拿这个出来彪他们就好了。可是这不能搭广域那些，珠子不够。不，珠子不够。广域的话用护石啊，有可以广域可以到5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我看一下我现在的装备。如果你用护石的话，可以广域。挂台睡一下，晚安，徐宇同安安。我上去喽。走啊。应该是个40吧。哦，我会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按键会不习惯。可怜死！哇，两只蚊子帮他打了两发散弹。可怜死！可怜死！
拉下来，可怜呐、啊！可怜呐、啊！可热呐！可热呐！你卖玉碎片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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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傻！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再喝一罐水，再来喝，再喝。我死我死！重回战场。可怜死！他对你感到不悦。我很愉悦。看出来你很愉悦。我愉悦到石头用光了。为什么我的可怜石它不会可怜的晃动？哦，有了。两发，两发会有一发有啊。断尾吗？嗯。我这个套装备要叫鞋子了。好爽哦。最爱当寄生虫了，13%，骷髅头，骷髅头，骷髅头，好了，13%就骷髅头，所以应该是15%可以抓吧？感觉是了哎、欸，一枪的让蚊子冲过去，很漂亮，落物啊，心跳加快鼓哦，这里。你六了吗？好像还没。快，差一点，应该再一只龙就六了。呵，爱上了血字装。再回去汇报，然后再交一只中分出来。大锤，短时间说拜拜，至少今天下午。不会，至少这一个小时。啊，他都是零卖玉碎片。这个颜色难道是？嗯，他妈的拔刀猪。哇，地质学二。我现在就是装地学二啊。拔刀体力。天哪，你疯了吗？疯了吗？就只能帮忙撒粉，这真的不能。广域化就补太慢，又没快吃。哎、欸，跑完到粉，宝贝，浪费我的粉。不会啦，那老虎机拉一拉就有了。对了，好了，杀个毒妖鸟好了。好啊。应该也是可怜魔物之一。可怜了，可怜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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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主要是现在我们珠子不多啊。对啊。嗯，哎，矿红了。就刚就是矿红啦，所以我一直在找矿挖。哦。出来吧！
喂，白痴哦、喔！干嘛吓我一跳？我在找矿，找到一半，突然一个脸跑出来。你猜是谁来着？毒妖娘。是。啊，是那个轻轨。哎、欸，爬上去了。我在想说要怎么勾，左键还是侧键？哎、欸，他是力战毒妖哎、欸。对啊，你这边一定是力战啊。我都好无准的哈。爪攻击，换边，然后这样子。啊，没体力啊。没事没事，侧剑。不撞墙吗？撞啊！我还要我還好好，那让我练一下。爪攻击，你练没成功就算了，你练一下。哦，白色哦。侧剑抓，左键全弹发射，我要被麻了。没事。你可以帮我软化他的头吗？我在努力。你知道我刚勾爪勾到蚊子，我多心累吗？我帮你把蚊子解决掉。OK、好了，我帮你把他头解决掉。送一只毒妖鸟，地战的猛毒带，也没打过。为什么打这个废物怪那么容易拿到灵脉玉碎片啊？打那个都打拿不到灵脉玉碎片呢？这个就干。我刚刚有拿到很多颗呢。啊，灵脉玉碎片好拿、哦。有啊，这边有啊，在楼下。